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复利业级数哦 ，Fourier series。那该要有的前面的那个 background 哈，我们都已经布局了哈，所以这边相对就会变得很简单哈，就是说很快就可以把它看到它整个的一个变化哈。好，那这里的变化很明显就是说复利业级数哈，那什么叫复利业级数？就是好，我先把这个笔调出来哈，你看。那因为很多条件我在这边我都没有再去刻意的去彰显哦。好，那因为他们数学家非常严谨，连等号都不想写，他就写一个什么近似嘿。好，那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工程人就是直接要把它叫出来。那我刚刚讲过说，A 0的话会变成两倍的 C 耶，所以要二分之一大把它干掉嘿，变成 a n cosine c 分之 n 派 x， 再加上 b n。你们看出来 sin c 分之 n 派 x， 哦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是那么简单，所以的什么样呢？的复利业的 Fourier series， 你们看出来这个 associated with， 写到这边手都酸了，你看。我是一直写，所以你看教数学的时候在抄黑板也是很辛苦的。F of X， 你看那个最近张益唐教授邀请人家教他演讲，他因为他年纪大我两岁，那因为他可能不知道养生的状况怎么样，那最近他看演讲的时候他们还是用抄黑板的，写黑板的，写黑板，那结果他还是要拿一支 拐杖，因为他可能就上几节写不太动了，因为你要教他 站着写，看他可能，所以你看最近的邀请，因为他最近发表一个结果出来，那在这个负 C 到 C 之间，那到底是开区间还闭区间，那这个严谨性我们就不去再去追究它的。好，所以原则上就是复利业级数就针对 cosine 跟 sin， 那因为 cosine 跟 sin 的话，这个就变成有它的三角函数，这个尤其我们量子他们转来转去边来边去 那些东西可能就会需要来看到这些三角函数的变化。好，所以我们接下去的话我们要来找出我们这一个跟这一个，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前面两节花了一点时间那布下这个局了，所以相对它就变得很简单，所以我们看两下就给它解决掉了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复利业级数。好，那我来开始看一下，那复利业级数一样我要求我的系数，我要先求这个的系数，先求这个的系数，先求第一个它的系数，我们看到，嘿，那求它的系数的话，那很明显就是呢，我的向量 f of， 这是我的向量，要在这个向量上面的投影，你把它想成投影量，那投影量呢，按照内积的定义，你从负 c 到 c， 那这个向量跟这个什么，跟 cosine k pi over c x， 你 x 写在后面或其他前面都可以。哎，做内积，好，那做内积我们是二分之一嘛，二分之一就把它写进去咯，负 cc 有没有 cosine 把它乘进去，好 dx， 哇，这抄黑板真的很辛苦，那如果说直接投影的话你根本在看数学，就不是在推数学，嘿，所以为什么数学系他们一定有那么多的黑板，好，那你看，好，就把它带进去了，带进去有没有，把那个第一个式子把它带进去有没有，那带进去再把它全部把它腾开，那这些符号就是，那像我现在这次又整个重新在帮各位整理这些数学的时候，嘿，我又复习一下以前的微积分，你们看到，嘿，那这个第二个项是 bn 负 cc sin n 派XC， 那后面是 cosine CK pi X DX， 有没有看到，哇哦，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发现呢，这个式子你可以发现那积分是等于零，是不是，这后面再说的，好，那应该是等于零的，好，那因为那这个呢积分很明显就是说我们前面讲过 m 如果不等于 k 的话等于0，
那 N 等于 K 的话等于 C， 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式子讲说 sin 跟 cos 不管怎么样都是等于零，都等于零，有没有？嗯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得到什么呢？得到 AKC， 所以就推出来怎么样呢？ AK 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 C 分之 FX 在 cosine KπX 这个向量上面的投影量。那这个投影量就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是这个他跟他做内积，因为我已经做内积写出来的，所以用内积来记它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很唐突，就不知道说这些数学式子到底在干些什么游戏。那这个 K 怎么样？ K 不等于零，K 不等于零，有没有？嗯，好，那会不会有小漏洞？先不管它了，我们先把数学式子先推出来再说。那我要找，哎，怎么被我打字打成这个样子？我看一下 AN 这个式子怎么会被我，这个是我要找什么？我要找 BN 怎么会被我打字打成这样子？找 B， 我找 B， 咻，这个时候打字打到都糊涂了，找 BN。好，那 OK， 我们来推推看，来推推看哈。那找 BN 的话，很明显就是，我要对这个前面的系数嘛，对这个系数有没有？所以很明显就是说，我的 F 向量要在这个上面有没有？对它做投影。好，所以你看，如果说我前面有收波，我的线性代数那一块。那个投影的那一块可能就比较容易清楚了。好，那因为当然很多课程我这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都没有办法很深入的讲解。那以后可能会在一系列的再强化那些部分。那你们注意到我们那个公告的那些这些信息这样。好，那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在推代数式就不会一头雾水。负 CC 有没有这个 sin KπxCdx。再加上 summation， 好，这一个等一下哈，就多马得好，这个是 n 等于一到无穷大，好 a n， 好，那负 c c cosine c 分之 n 派 x sine c 分之 k 派 x dx， 那我要 b n， 所以等于负 c 到 c。c 的 n 派 x sin c 分之 k 派 x dx， 咻，好，那这个式子会等于零，是不是？你们再检查一遍，那这个是没有问题。这前面那一节已经讲过了，那这个前面那一节也讲过了，等于零，n 不等于 k， 那等于 k 的话，它等于 c， 所以我们就花好多力量。所以呢，我们得到怎么样？得到 b n c， 所以呢，我的 b 不是 b n 哦，这个乱写一通。好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写，因为我们是写 k 嘛，所以 b k 的话等于什么呢 ？c 分之一有没有 ？f x 在 sin 这个向量，这也是一个向量，f 在这个向量上面的投影量有没有等于负 c c f x sin c 分之怎么样 k pi x d x， 我看到嘿，那 k 不等于零，太棒了，所以这些都是全面的那些理论推出来的。好，那这样讲的漏漏等了没有？我们就赶快来做一个收官啦，做个收官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做个收官，那 a 零好像我这边没有交代。好，没关系，这个留给你们当。哎，有哦 ，homework 它有 ，homework 这里面有写哈，这个 A0 都在里头的嘿。A0 就直接就是整个的积分的哈，整个的积分这样嘿。好，就是 F0 哈 ，F0 或怎么样嘿。好，不管了，我做一个结论的哈。那有小漏洞那个以后再补了哈。所以原则上 C， 这个原则上是 cosine。c 分之 n 派 x， 因为以前我们在读数学系，那个漏洞非常重要，都一定要先补。所以有时候为了补那个漏洞，你可以发现瞎看密密麻麻的条件，有没有看出来？密密麻麻的条件。那其实我们在做工程的时候，我反正我也不可能
会出现那个漏洞的现象，把它避开就好了，避开就好了。所以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就会发现，好，那我在这边的话，连去规范 C 跟 F 的那个特性，我都没有时间去规范的哈，没有时间去规范。那课本也是，我看到很多人比较偏向公子课，讲，哎，这个它满足某些好的条件，嗯，这个式子就可以玩下去了，没有？好，所以是 on 怎么样 ？on 这个 interval。Interval 有没有？哎，负 c c 有没有 ？Perfect， 整个傅立叶的那个 formal 很正式的展开式，就是在这个 pages 上面。好，那我们前面的努力就是为这个式子啊布下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有没有？可是我们真正在做研究的时候，我们并不会，我们会用 c 等于什么？我们会把 c 等于什么呢 ？c 会等于派。因为我要观察一个360度、哦、那所以我们在前面讲那个第一节是我们观察，因为大部分的那个互变数函数的课本它是观察互派到派，那其实是0到2派嘛、哦、所以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，它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、哦、数学公式就可以变成 f of x， 有没有？就等于是二分之一的 a0 summation n 从1到无穷大，嘿，那你现在把它带这个式子进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带这个式子进去 ，c 带派进去的话就怎么样？就变成是 a n， 有没有 ？a n 哈 ，a 那这个一把写好一点 ，a n 的 cosine n x 再加上 b n sin 的 n x， 哦，就变好简单了，好简单，有没有？那这个三角函数波就这样跑来跑去，那 a n 呢也公式，你可以把它上下带一下派。负派 f of x， 哎，那投影就变成是 cosine 的 n x， 简单多了。我们看到，那 n 从零一二点点点下去，那 b n 的话等于什么？啊，派分之一，有没有看到？那这个负派到派，理论上要从小到大来写啦，但是我们就写数学的时候就，就有时候就横冲直撞就写的不管它了，没有？啊，等于 sine n x dx。那这就以后在做应用的时候会常看到的，常看到我要观察360度就好了，我不要把它观察到负 c 到 c 之间这样、哦、所以原则上这一边的话就是说，后续我们用到它的时候就是你会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，很密麻麻的数学公式、哦、那如果说没有先热身一下、哦、后面再看到量子资讯、哦、那量子计算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会头脑胀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把这一块很快的利用几分钟把这一节复习一下，所以这一节大概录一录的话大概顶多四五十分钟而已，没有像说前面有时候录到快一个半小时，那原则上但是你回家自己把它符号再重写一遍，我想你也要花一两个小时，这个再把它搞得非常熟这样，所以这个的推演推导都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。好，那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边。